车穷游中国，现在外面下雨了，今天晚上啊也不知道露宿在哪里，先往前走吧。外面啊是风景如画，是一个大的水库，风景是真好。我们呢是行驶在这个山谷当中，小路了啊，乡间小路，这个地方好啊，看一看。啊，没有路了，本来这里是条路，现在建了个这个东西，并且前面啊也给挖断了，大家看到没，一个大坑啊。穿那个衣服太冷了，我是从前面半山上那个路啊从那边拐过来的，这里这个风景啊特别好，想露营在这里，但是这路不通了，不行啊，给大家航拍一下吧，航拍一下。
朋友们，这里边的风景啊确实是美。通过航拍呢，我也知道了啊，顺着那条路就可以进去了，但是啊就不进了，因为这个正路人家都给封了，那侧路的话就不进了啊，就不进了。这个草原啊真的是好看，那里边那个草是新长出来的啊，青了很，那个草就非常的鲜绿色。下次吧，等几年后它这个路开通了，咱们再进去啊，小路就不走了。回来白白进来几公里，这个路啊不是很好，坑比较多。是今天卖只能倒着走了，这个路太窄了，不行啊。车啊比较大，也比较高，开起这个烂路啊就跟船一样的，晕晕乎乎的。还要小心一点。现在来到好路上了，看这路多好，车又少。天境祁连，卓尔山。今天这里就是露营地。羊真多啊。再往前走啊，又要进山了，海拔只会越来越高。今天晚上啊，就暂时停在这里。停在这里啊，稳稳当当，这就是咱们的家，朋友们。哎，不错，真不错，环境好得很呐。我自己感觉这青藏高原啊，就是一步一景。哎，不，不是一步一景啊，这样就是一步了，十里一景吧，十里一景不夸张啊，一步一景有点夸张了。看我这脚上穿的还是凉鞋，赶紧把我这大棉鞋给拿出来。我这大棉鞋冬天穿的啊，在这里也能穿。我爸一下车就出去了，他走着去那边买盐了。我们车上盐没有了，做不成饭了。买到盐了吗？买了，看看。海拔3100米啊，还是查卡的盐。大家知道这飞机是干嘛的吗？它一直在喷，躲到云里去了。喷这个不知道有什么用啊。咱们这个手机还是可以的啊，飞机还能照得到。飞机很大呀，这飞机啊。红色的啊，屁股是啊。
哎呦，很快呀，这飞机啊，跟不上了都。又飞到云里了。我爸也看到了。不错呀，那飞机搁那喷东西，不知道喷啥。夜幕降临，这月亮啊是真弯，星星啊是真亮，山的轮廓啊是真好看。今天晚上这里啊就是我的家，这深邃的蓝，对不对？山的轮廓，咦，好看啊，好看。这边又黑了，这边是东方啊，咱们的车，哈哈哈哈，大家看看，亮堂的很呐。亮堂的很，朋友们，那就休息了啊，明天早上再见。明天早上看看是晴天还是阴天。大家早上好，天是真蓝呀。坐下，把饭吃了，早饭了。牛场果然牛多。这牛挺好看的啊，黄脸白脸。早上五时三分钟，看看这个石头怎么样。也是啊，没见过吧？大家看看，有白色的、紫色的、紫色的，还有绿色的，还有点黄色，渐变色。这个石头啊，拿回家，放在这里。太阳是真好。
早上的事情，早饭、洗漱啊，全部搞定，就可以出发了。罗罗啊，走。现在咱们就在翻这个山，翻过去啊就到门源了。差不多到崖口了。凌云，暴雪，打板风光，这个山叫打板山啊。太阳在上面，这么好的太阳，我现在穿着短袖啊，还有点冷，真的挺冷的啊。这里海拔差不多3500吧，风景确实好。现在这个天啊，慢慢暖和起来了。应该是属于夏天了，你看这个山上的草已经绿了。那山上的石头看了拐没？我爸穿着毛衣啊，不冷吧？穿毛衣啊？不热，不冷，正好。好。下来看一看啊，继续出发啊。咱们这个车从出厂啊到现在啊，应该是第一次来到这3000多米的地方。这个是板蓝根，我们俩一人泡一包。我一叫他们也叫麦麦。这大草原全部都是羊啊。我叫一句他叫一句，确实可以啊。大家说就这海拔差不多3000吧，吃着地上的草，吃着中草药，你说这个羊肉能不好吃吗？对不对？真的好吃啊，一点膻味都没有，好羊。今天中午吃粉丝，
吃饭是关键啊，一日三餐少不了。三奶奶去了，啊，去了，他吃了，他们吃的面条的，我们再没吃，时间长了的。哎呀，养了多少羊？不知道，啊，很多，很多，500只，一千个，现在一个羊卖1000多，1500、2000。1780，1000个你看多少钱？一个1800，大概也就按1500来算吧。1000个的话，1000多，一个10000多，100个10万，1000个100万，150万，150万。每天